我回你家呗。咋的，我人还得给你呗。老妹儿，我有家。这儿我没家。你嫂子老好了。我也不差。虽然说我这两天有点烦她，但你下手也太晚了。三儿，又绕圈子又晚的。我就想让你跟我。不可能。道个歉。啊。嗯。嗯，上你家去。脸有点烫。三儿，我准备好了，您请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三儿，将心比心，如果是我踩了您，您跟我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行不行？他关键不是你，三儿，作为我们服务人员，他道歉的真正标准应该是原地站定，脚尖微开，双手置于裤线两侧，以大腰带动胸椎的同时，鞠躬90度直角，感觉到后腿内侧的肌肉略微酸痛的同时，深情并且口齿清楚地说出对不起，这才是标准的道歉。Sir。 不可能，太复杂！你这大过年是想玩死我是怎么的啊？我看我那买卖也不用谈了，咱明天再见吧。啊，我算明白了，这就是你们于总安排的，该咋办咋办嘛。你们于总指定是背着我有人了，有小伙伴了，哎，不带我玩了啊？你说我谈个买卖，我都谈出花来了，我就因为这个破烟头。我跟你俩掰开了揉碎了跟你俩唠。我坐火车啊，20多个小时，我嘎哒嘎嘎哒嘎嘎哒到你们这儿了啊，到你们这儿呢，钱不要，人不要，拿铁没喝着还惹一身馅儿。钱我不要了，买卖我也不谈了，但是你呢，今天必须给我下岗。你们于总要是办不明白这个事儿，我明天我就告他违约，咱俩对狙。你不要罚款吗？好啊，你又大腿带动胸椎，你又裤线的，你又两侧的，咱俩做一片去。罚款呢，我交到最高，哎，欠我就是不到，好话说不上三句，霍霍人我有一套。三儿，你这是在侮辱我。哎，我今天呢，哎，我就侮辱你了。而且您还拿卡侮辱我。哎，不要开发票。你干嘛啊？这大白天的你要干什么？我跟你说啊，全人啊，你再拖我给你嫂子打电话了。三儿，今天我脱了这身制服，我也就不是我了。那你是谁？别问我是谁，请与我面对，我3分钟之内就让你流泪。拿糖来，走你。哎呦我去，哎，你把手伸出来，你把手伸出来，让我踩你一脚，让我踩你一脚。耻辱啊，伸出来。你踩吧，让你踩，你踩，你踩。沙总，你也踩。于总，别来无恙啊。沙总名不虚传的。于总见笑了啊，我这就是让他企图快乐一点啊，可是失败了。沙总啊，来，您说好啊。那么于总，请吧，一路向北，大糗子吧。我看不必了。不是，于总，咋的？真有小伙伴了？啊，我可提醒你一句啊。你这属于单方面撕毁合约，违约金可不菲啊。
不是钱的事儿。你跟我来一趟。四儿，祝您一路顺风。不是钱的事儿，不是钱的事儿，那是什么事儿？